大家好，今天又来到这个灵修生活，生活灵修。今天我所要讲的就是关于圣像画。圣像画，我们知道东正教徒，进到教堂里面都会亲吻圣像画，那对圣像画的一种尊敬，但并不是将它崇拜于神。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了。那我不再强调圣像画它的这个崇拜方式。那我所要讲的就是，当我们进教堂的时候，我们会亲吻圣像画。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？因为我住在修道院，那一进教堂的时候，修女当然也会亲吻圣像画。当然她不是只有亲吻一幅圣像画，她亲吻很多圣像画。哇，有蜜蜂，她亲吻圣像画。那圣像画，这个蜜蜂干扰了我，因为我以前被叮过，好，不管。然后，你看，这个灵修生活常常会有意外的状况发生，但是还是要执行下去。就是他们会亲吻圣像画，他们会亲吻就是很多个圣像画，就是沿着教堂。主要圣像画他们会亲吻，然后画十字架，然后鞠躬，然后我所要讲就是，当这些礼仪啊，或是不管是早晨的祈祷，还是晚祷，就是晨祷跟晚祷，晨祷通常是5点，那个晚祷就是7点，大概到8点多结束。那结束完，他们也会亲吻圣像画，在结束完，他们也会说一句话，这句话如果你们去那个修院，你们就会知道说什么话。当然，有些人去到修院，他会说一句特定的话，有些人说是不是求主怜悯我，不是求主怜悯我，是另外一句话。如果去修院的话。也许你会知道，为什么我说也许呢？因为在灵修生活，警醒、观察力是非常重要的。有很多人成为信徒很多年，但是在别间房间有人在洗衣服，有水声，就是有些人成为信徒之后，可是有很多基本的事情。都不知道也不明白，就像斋戒，就是早餐要斋戒，我讲过了，就还有一些细节，他不知道，也不是细节了，下次再讲关于这方面。就是你要观察，因为我们在教会上，就是你受洗了，受洗之前，就是神父会教导你，我们信仰的是什么样的神。而不是只是查圣经，因为你要成为这个信徒，你必须要知道你信仰的是什么神。那当教导你的时候，你有任何问题，你都可以提出来。那当然，我觉得提问越多当然是越好，我并不会觉得是说他是很无知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反而觉得是他有很强的火热，想要寻求神，因为你。越想要知道，就是你爱某一个人，你越想要认识他，你就会问题越多。他喜欢吃什么？他通常去哪里？他喜欢阅读什么样的书？他家人有什么？你都会想要知道这些，你会有很多问题，想要了解你所爱的人。那你所认识的神，我们也会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会想问。当我们教很多慕道者。其实在教导他，我就知道他，也不能说100%，因为人会变，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信徒。因为有些人问他，你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那有些人说，很不错，他都了解。事实上，这是其中的一种可能，他全部都了解。也许他根本就没有细心仔细在思考。所以当你没有思考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有问题产生。那所以在灵修生活如何执行到生活灵修，就是你要有细微的观察力。那所以当我们晨祷后，应该是晨祷之后就各自忙各自的职务，
那玩倒之后，那有时候会回到房间继续灵修。那我会看到修女有一个动作，对这个圣像画。那你们一定会说什么动作？那因为在教会，我就觉得我好像话太多，我什么都一直讲一直讲。当然我喜欢分享很多事情，但是我觉得每当我分享出去的时候，并没有发生这样子的效用，所以感觉有点失望。所以修女有一个动作，她是什么动作？我不想讲，为什么呢？那你说你不想讲，干嘛录这个录影啊？不是在整我们吗？当然不是在整你们。如果你有看这个影片的人，那你如果你想要知道，那有一天我们见面了，你来到教会，我就会告诉你。如果你不在乎这答案，那所以有讲没讲根本没差。如果你根本就不想看这个影片，不小心转到这个影片，那你是不小心看到，所以你也不想要知道，那也没差。只有真正想要知道、想要寻求的人，你看这个相片、看这个影片的时候，那你不要写信给我，问我什么事情、什么事情。因为我以前有太多这样的经验，有些神学生的功课、圣像画，还有那个教会历史，都写一些问题来给我，那我就收集那个答案，整理整理，寄给他们。后来我发现我并没有帮助他们，我是在帮他们做功课，所以现在我已经不做这样的事情，因为时间，经过时间，我得到一点小小的智慧。我并没有帮你们，那所以今天的灵修就是跟你们分享，就是对圣像画，就是进教堂，就是一个礼貌性的遵从圣像画，因为这些圣像画里面的圣徒，或者是耶稣基督，或者圣母玛利亚，他们是非常与神连接的、紧密的，那也是我们的好榜样。我们就借着亲吻他，表达我们的对神的关系紧密。那有些人说，为什么我要亲吻圣像画？那事实上我刚刚讲过，我们不是把它当作神，就好像你有某个明星的照片或者是海报，你很喜欢那个明星，你会亲吻他，但是他的演唱会你还是会去参加，你不会对着他的相片或是他的海报就说，哦，演唱会我就坐在这边看，并不会这样子。你会去到他的本尊，他本人的演唱会的现场参加。教会的圣礼仪也是这样子的，不是你在家亲亲圣礼圣像画，那这样子反而是一个错误的信仰方式。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来到教会领受圣餐，参加圣礼仪。当然领圣餐你必须要告解，那还有关于其他方面的告解啊，还有领圣餐的方式啊，那个来到教会的穿着啊，或者什么，那你自己在你的观察力当中，你可以看你的穿着是否得宜呢，是否是正确呢。那还有再强调，这是我灵修的分享，那有任何意见如果是好的谢谢你，如果是不好的，正如我所说，是我灵修的分享，如果你觉得不好不妥，那你可以请你的属灵父亲给你指导，我想是这对你有最好的帮助，谢谢。